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收看这部大家一直非常想要我做的 Q&A 啦。经过了这么久，刚满十万订阅就说要做 Q&A， 到现在20万才真的要做，我真的是非常的负肩。我真的非常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。那这次的留言不多不少，只有95则哦。好，老头呢真的过气了不过没有关系，我还是会一一回答。借着这个机会回答这个常年累积下来被问到烂掉的鸟问题。好，以后呢还是有相关问题问我，我会想要直接叫你来看这部影片比较实际啦，会比较快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还有就是呢，如果你问到的问题没有出现，大概就是我不太想回答，或者是别人已经回答过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啦，那首先呢，第一题是 HFatZ， 在你玩的游戏里面，你最喜欢什么游戏？其实呢，我玩的游戏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广哦。要说最喜欢，其实也没有一个最喜欢，只有当下有没有兴趣而已。因为现在游戏不断的在改变，不断的在变化。你要说我最喜欢什么游戏呢？其实我真的没办法给你答案，好不好 ？OK， 下一题。欧可可，老头新年希望是什么？新年希望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钱赚满满，然后呢，快点给我钱。杨瑞群，如果不做 YT， 有考虑以后要做什么吗？如果我不做 YT 的话呢，以后应该也是回归老本行做工厂吧，没有意外的话吧。其实目前就是这样的想法。幻心神人，老头有打算和其他 YouTube 一起拍片吗？有，如果呢我跟对方很熟，然后又是算是有交情的朋友，我就会跟他一起拍片。不熟的话当然是不会啦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杨默默，希望老头可以记住我，有没有另类方式来支持老头？因为我本身是小孩，没钱抖内或赞助，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来让老头继续下去。我觉得啊，一句话，定时来看老头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老头，多多让老头的流量变高，就是最大的支持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继续看影片哦。龙王骑士，实况设备有哪些？很简单，一台电脑，有网路，又有麦克风就可以了。曹浩伟，考虑办见面会吗？有考虑过，但是我这个人很懒，所以说基本上可能是不会吧，不好意思啊。Blue Cat，被酸民嘴时会感到挫折，或是想买车票去他家打他吗？是不至于会想要到买车票去打他啦。挫折的话，也是不会啦。我是觉得酸民嘛，就是嘴巴比较臭一点。那也希望呢，可以多用一点大脑，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不要浪费了身上的一些部位机能。陈玉勋，老头，你在拍片的过程有遇到挫折过吗？有啊，我在拍片的时候有遇到挫折过啊，就是当你自嗨录了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候，却发现你没有按录影的那一瞬间。谢善刚，老头当 YouTube 有没有后悔过呢？目前为止是没有后悔过，反而还过得比以前更开心、更快乐，因为呢没有被工厂的机制给绑住，算是挺自由的。不过呢，相较之下啦，压力会很大就对了。林宇。老头为什么要做 YouTube？ 因为我很喜欢做啊，觉得很好玩，跟大家分享游戏的体验很赞。我是林小明，有女朋友吗？有，最近交了一个女朋友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我是说真的，我现在非常的认真。对，我交了女朋友了，林北托鲁了，很爽，非常爽，超爽的。怎样？想看照片吗？没有，不给你看，呵呵。Man Names， 老头多大？18。伊达正祥，为啥要叫老头？因为呢，老头觉得自己的声音非常的低沉又有磁性，然后呢又不知道要取什么实况组的名字，所以就随便叫一个，就叫老头了，就这么的简单，没有什么让人挥之不去的过往啊，别想太多了。吴大师有没有打算要剪辑上字幕？有啊，已经打算了，这部就是了。创造毁灭，想问老头，我们可以用借游戏库或送游戏比较另类的方式来支持老头吗？我是比较不建议这样做啦，因为呢，你送我不见得会玩，再来就是我觉得会对你有所亏欠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支持老头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在 YouTube 上面多多观看老头的影片，对老头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卡士博，老头，你觉得最恐怖的游戏是哪个游戏？我觉得应该还是《绝命精神病院》吧，第一代，真的是让我吓到有史以来叫的跟娘炮一样。血链。继续实况的动力，
继续实况的动力就是你们的反应以及你们的支持。Brian Pang 身高多少？当然还用说吗？168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路发巴拉巴巴巴，超讨厌吃茄子。你银行户口密码是多少？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别让我的砖头等太久。好，叶佑林，这是老观众了。老头何时要找媳妇？何时要生小孩？要生几个女生？要像老头还是像老婆？儿子像老头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恭喜发财！好好，新年快乐！你是要砖头呢，还是要椅子呢？你挑一个。徐建州哦，应该是这样念吧？我没念错啊。关于一些歌和 BGM 的版权，请问那些版权要播的话，只可以买吗？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？我是个人比较建议你直接在 YouTube 后面的工作坊获取免费版权的 BGM 会比较安全一点啦。用买的话呢，你的成本够可以的话，你就买啊。通常买版权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好，花费会非常的大。好，在这边给你一点建议 ，OK？ Ken Hawkline， 老头兄，你住哪里？台北吗？你体重多少？有100公斤吗？你几岁结婚了吗？有没有女朋友？来来来，这个别让我等太久哈。严九号，老头拍片时最恨哪种人？最恨打扰我拍片的人。陈杰，老头平时有在运动吗？如果有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有啊，老头平时有在运动。如果有，那是什么？就在家里举举哑铃吧，不然就是打电脑，手指运动。老屋在世，会怕鬼吗？怕。杨汉鱼，那是鱼吗？老头，为什么你说你很帅，但没我帅呢？原因非常的简单，我不是帅，我是师博弈。方舟最爱哪个系列？最爱第一季跟第二季的时候。廖振宇，考虑交男朋友吗？啊，你既然都这样子问了，我没有。神不知鬼不觉，老头什么时候50万订阅啊？这种重责大人当然是要交给你们观众啦，还不给我个定下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定下去了啦？还等什么？好啦，这就是这次20万订阅的 Q&A 啦。哦，有些可能没有被回答的不用气馁哦，啊，以后都还有机会啦。哦，这机会或许会在30万订阅里出现也说不定。好，哦，如果我想回答的话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那在这边也祝各位2019新年快乐啊！在这崭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，也希望2019时大家都在我的频道里面出现。好的，那么老样子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面了，拜拜。